哎，我的这个两个圣诞棒去哪了呀？哎，这有个小朋友啊，小朋友，你知道我的圣诞棒去哪了吗？不记得。啊？不记得。那你背后是什么呀？在你那里啊，我就知道你可以偷吃了。那给我一个吧。不给啊？你不给我吃，你别后悔。我这有这么多呢，你也不许吃。 你敢相信吗？真的没有添加剂，就是这个蓝莓山楂棒棒，可以放心给孩子吃。配料表只有孩子喜欢的山楂和蓝莓，还是孩子喜欢的棒棒糖造型。蓝莓山楂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花青素，特别适合追着喂饭的孩子吃，酸酸甜甜，口感软糯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趁现在还有活动，妈妈们赶紧冲！